这个没有姜的，这是芝麻缠花生的。嗯，所以我吃看那个花生，嗯，它还是不错，很香。看那个芝麻，芝麻糊。我觉得花生会比较香。嗯，我试一下。 两个加起来会很香。嗯，我喜欢。我喜欢，好吃。 是，嗯，很热，嗯，很热。
可以配很软。嗯。那就很绵。嗯。啊，很绵哦，那就。鱼片也蛮多了，你看。我吃下它的鱼豆，这是它出名的碗羹。不是很熟哎，拿去烫一下，放在粥里面烫一下。哎，嗯，很够味，它瓦盖是很够味啊，不是一点生的。它瓦盖好吃，它这个好吃，它的滑鸡好吃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嗯。这是有放沙果那些东西的。我先吃这个蛋啊，这个蛋呢你要打碎它才好吃的，它是一粒蛋，要拿去炖，放在那个茶叶里面炖，所以它是就是那种茶叶蛋这样子了。这个要弄碎它才好吃的。我喜欢这样子吃的，弄到碎碎的，那个蛋黄啊，好吃哦，那个我喜欢吃。吃到那个蛋香哦，武夷是一个茶叶的名字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还有加一点中药下去。它是中国一个地方。福建的地方啊，它也是茶叶吗？它一个茶叶的名字。生产茶叶。嗯，很香这个。还有点苦涩苦涩这样子啊，那种茶叶的苦涩味啊，贼够来的。我看起来好像很好吃，这个乌贼够，它有料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乌贼够，它
有料的，我放给你看，它有料的，它不是讲空的那种，它有料的，看到吗？这应该是好吃，我觉得啦，放点辣椒，嗯，不好吃，它不是单单无味那种啊，那还有香菇的。还有香菇的，香菇葱头那些东西，真好吃。还有芋头、虾米、冬菇，不讲。两个白色是一套的，它里面包什么东西？啊，它是沙果，沙果。好像火面这样子，黑黑什么？好像是冬菇、啊，嗯，还有冬菇丝，沙果。嗯，你看，这个也不错，瓜皮会比较厚一点，好像很多皮一样。这里面也是好像有点沙格啊，嗯，也是沙格，不过是甜的，它有放，它让你放点甜味这样子，嗯，有点像菜桂，哇，又不是菜桂，它是有点带点甜的那个。大麻菜桂，这边有卖芝麻糊，嗯，没有，小蛮呢？我知道，这个文蟑螂好吃，我觉得文蟑螂全部都好吃啊，这个。嗯，其实大致上全部都好吃。那如果给我选的话，三样里面我就选这个文蟑螂。嗯。我们刚才吃的这个文蟑螂，这个是最好吃的。OK。这是最好吃的。那这么看。这是我的送盘子，送盘子，还给你看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哇，不像送盘子，这个送盘子不像送盘子，来的还是比较像送盘子的。该赔的。
买啲，自己嘅萝卜。胜利炸鸡，哪个比较容易吃？这个比较容易吃。这个就是四块八一块，四块八。好像很多人排队。啊，对，它蛮出名的，很多人讲它比 KFC 好吃。它没有这样干，它会比较入细一点。它就算冷了，这个已经冷了了嘛，它冷了它也不会讲很硬那种，它是蛮入细啊。不会讲干干干的，嗯，它不是干干那种 ，OK， 或者是少的会更好吃。
啊，是一个猪皮猪肠粉吗？啊，个猪肠粉啊，猪皮嘅。乜好食啊？啊，食嘅。啊，有咩糖水啊？红豆、木薯、蛋餐。红豆咯，红豆咯。木薯啊，你有木薯啊？一个木薯咧。曱甴有冇？有。啊，曱甴几碗？曱甴几碗？一碗啫。我呢个啊。啊，得。你坐先。坐下来。这个就是这边出名的猪皮猪肠粉，我看在家里好不好吃先。他家里很浓，他猪皮应该是很脆的，看样子。喜欢吃的就喜欢吃。嗯。OK 了，哇，他很舍得给芝麻哎，几多芝麻。我最喜欢吃芝麻的。嗯，好吃。OK， good。我试试看那个。这个好像比较稀一样哦。渣渣的。嗯，比较稀。渣渣。啊，还比较稀一点。嗯，对。那三灯不过好像很油这样嘞，味道是 OK 啦，只是那个浓度是不够了，很多芋头这样子哦，是很多芋头，芋头现在是蛮贵了，四块钱是 OK 了，那个猪肠粉是六块钱，本来是五块，我们加了那个猪皮嘛是六块，然后这个是四块变成十块了，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它太水，还得做水。嗯，它的三蛋不够，不够浓，那个浓稠度没有。这个就有点失败。嗯，猪肠粉是 OK。OK。那就给我吃掉。儿子开的，早上那个就是他的发哥开的，算比较大的店。我看有什么 different 啊？发哥 and 三的，这是三的。还是很好吃。我都讲，哎呀，比的话，我觉得早上那个比较好吃，早上的发哥那个会比较好吃。这好像有点咸这样子，我觉得。嗯。吃别的。
个。这是水饺，这个，哦，这是云吞，云吞是跟大埔面起的。水饺是我另外教的，看起来蛮丰富，它的云吞。OK 啦，蛮丰富一下。汤肉肉蛮多，肉馅蛮多。另外叫它。嗯，这是另外两块半一个。大埔面跟这个水糕就是十五块咯，因为讲那个大埔面是十块钱。我们那天吃好像没有这样贵，好像是七八块罢了。我们叫不多。没有，我们是叫小的，也是小的，好像是七块是吗？不过这个十块我觉得蛮贵哦，蛮贵。不错，它的料蛮丰富的。好吃。还是双鸭紧张。OK， 还不会甜，这主要不要甜了。爸爸，他吃的坐边度？坐对面的。坐，你又吃对面啊？啊，系。我拎到去都得。二楼帮你拎。啊，你帮我拎啊，得得得。啊，嗰度俾啊，五蚊。什么？炖蛋，它有放鲜奶的。还有放鲜奶啦，炖东西就炖。steam 啦 ，steam。OK， 这个就是它讲它是有放鲜奶的啦，好像我们吃那个水丹这样子啊，水蕊啊，这是甜的啦，属于甜品哦。嗯，很滑，它炖到很滑，蛮不错这个，只是有点小贵了。牛奶的味道，嗯，有牛奶鸡蛋，牛奶鸡蛋跟糖，嗯，是一点小贵了，五块钱。好，五块钱有点小贵哦，不过味道是 OK， 最主要它不要甜就好了。只有鱿鱼啊，咩？鱿鱼翁菜、黑椒鱿鱼、豆腐、虾饼、瘦鱿鱼、瘦豆腐，我们叫一个瘦豆腐啦，瘦豆腐，瘦豆腐啊，这都是精品，呢排都系豆腐啊。系啊，睇到佢唔值钱，但系好值钱噶，依家十蚊。系啊，呢个鱿鱼头。呢两个就唔使排队，虾饼都唔使排队，除咗豆腐啫。Sorry， 唔得 video 啊。哦 ，sorry。係啊 ，I think it had a respect。臊豆腐。嗯，臊豆腐。
里面有几块豆腐啊？有一二三四五，五块。五块啊？啊，五块，八块钱蛮贵哦。嗯，八块钱蛮贵一些，我觉得。这种地方是 OK 啦。KL 的价钱啊，我觉得是蛮贵的。对吗？就是麻麻吧你。它放酱是吧？它有放了的。一点虾膏啦，一点虾膏，一点辣椒了。嗯哼，也不讲特别好吃了。OK 不了了。这个是盖细火粉。哦 ，OK。多少钱？这个盖细火粉是八块，那个番薯糖水是五块钱。这个它的好像鸡肉比较硬的，它的鸡那个白斩配哦，我们没有吃麻锅，哎，不过很特别，它有那个骨彩哦，哎，那个骨彩很少看到哦，还有那个河粉咯，鸡丝咯。虾咯，嗯，两只虾 ，OK。爸爸，现在三多米了，新的，还好不错，它的汤蛮清甜的。这是骨彩，很少人看到人家放骨彩哦。这个是什么？招牌白斩鸡啊？嗯。这个、哦？嗯。那招牌是白斩鸡，不过我们没有叫了。嗯，炸鸡肉蛮不错的，它虾也蛮大只哦。OK， 它的虾做的，对，它的番薯蛮多、哦，你看，满满哦。嗯，五块钱。是吗？嗯 ，OK 啦，五块钱。还好，它的姜味蛮浓的。嗯、也不会很甜呐、啊、，OK 了。